剪有剪哦，就一圈一圈的。你说剪指甲吧，还是毛？剪的毛啊。毛妈妈会帮他剪啊，就剪一点，然后剪一点觉得啊好累。然后头也是，头也被修的歪歪的。就两次还好啦，就是那个脚都一圈一圈的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今天居然没有干耶！他感觉好适应这里哦，头角落。哎，哎呀。哎呀，今天怎么那么乖？他有一点，他之前有他多久剃？去年的剃。他是一个半月前吧，两个月了吗？嗯，两个月。他那边有旧伤口，应该是剃伤了。哦，真的。就在这个胯下三里面。哦，是哦。是自己去玩，还是自己去玩刮到？不知道，可是有点像剃剃好了，可是是结痂，还看得出来。哦。对呀，没去玩刮到。在哪里有伤口？就这个。哦。已经结痂了。是他们剪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，那不管他，难免的，这个难免。哎，那还有对着狗叫吗？没有嘞，他这很安静的。可能下次来就会。哈哈哈哈哈。这超安静，这里啦，干嘛啦？爸爸。小乐。就这个链子，那个链子。